再拍一下这个冲孔的位，冲孔的这个加工啊。这上面手动按钮也可以，脚踏也可以，啊，手动可以，脚踏都可以。这是定位针，一定要画线吧，画好线之后试一下，别放上去。这有挡尺。再试一个。这是效果，你看一下，这个贴着。再来一刀。对，这就是什么效果，拍出来还是比较整齐的。